支持地球环保，外更是重视体内环保，尤其是天天辛劳的妈妈更需要帮助她维持日常健康。因此一家来自日本专营食品营养超过70年的知名品牌，提前迎接母亲节，特别推出两款的新产品，让做子女的有机会表达孝心。一盘盘精致美食摆上桌，各种山珍海味、异国料理在美国几乎都吃得到，但许多观众就是不知道，明明吃得好又营养，身体老是不健康。一项新研究发现，可能是体内的巨噬细胞出了问题。其实巨噬细胞其实它可以形成身体的一个网路，但它分布在身体各部位也不相同，也有不同的一个名称。那在我们的大脑形成巨噬细胞，我们称为微胶细胞；在我们的肝脏，我们称为库珀氏细胞；在我们的皮肤，我们称为兰格汉氏细胞。那它分布的部位不同，所以名称也不同。那但是它会相互通一个讯息，让我们身体的一些免疫功能能够增加。那这个脂多糖呢，它可以防止一些像癌症的病症啊，或是一些病毒的一个入侵。所以呢，这个巨噬细胞它可以强化我们身体的一些免疫功能，所以脂多糖最主要它就是强化这个巨噬细胞，让我们的细胞能够更加的一个茁壮。发现脂多糖是身体重要的营养素之后，乌美肯更打造出市面上最优质的脂多糖产品，不只获得韩国明星肯定，更愿意站出来真心代言。乌美肯这个脂多糖呢，它是从小麦里面所萃取出的一个浓缩物，再加上一个脂锥菊，然后还有一个乳酸菌结合而成。那它经过 GMP 的一个认证， Organic 协会的一个认证，以及 FDA 食品药物管理局的一个认证。让你能够安心来使用。抵抗细菌入侵外，面对现代家庭主妇工作忙碌，三餐不正常，下班以后还要熬夜做家事，肠胃经常不舒服，乌美肯也用心研发出照顾肠胃的好帮手。它是在日本冲绳的一个宫古岛自行研发、自行种植的一个优质的一个竹树，那它里面加了一个卷心菜的一个成分，以及苦瓜的一个成分。所以呢，像卷心菜它的成分呢，最主要它可以分解毒素以外呢，还可以促进排泄。那苦瓜呢，这个成分呢，里面有个苦瓜苷，它可以直接降低我们的血糖。那苦瓜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亚油酸，它可以抑制脂肪的一个分解，让我们能够快速的一个消化及吸收。所以我想乌美肯它精心研究的这个脂姜黄能够让你来够安心来使用。不只帮助妈妈做好体内环保，更棒的是新产品还能帮助降低各种因压力或情绪所引起的肠胃慢性病与不适症状。慢性病痛的人，像有些胃部常常会有反复性的一些胃痛，或是有消化不良的人，或是胃酸过多的人，或是一些有胃溃疡的人、消化性溃疡的人，或是一些像是一些潜伏性的幽门螺旋杆菌的人，或是你长期处于压力下的人，会造成一些肠胃不适，或是说你长期饮酒所造成的胃部不适，我想这些都可以来使用这个脂姜黄。体贴做子女的母亲节选购好礼，不只感谢妈妈，最好还能全家一起享用，因此乌美肯也特别推出超级优惠。那今天脂多糖只要买一盒大的399块，我们就送一盒小盒的59块的一个脂多糖，因为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可能还没有使用过这个脂多糖。那你想母亲节也快到了，那你馈赠亲友送小盒给大家试用看看，其实是蛮好的。那这个脂姜黄呢，今天呢只要购买一盒呢，它有优惠，原价88块，现在呢特价78元，让你来使用这个脂姜黄。强调健康的身体来自于良好的饮食、适当的运动以及正常作息。除此之外，想要身体更好、更健康，脂多糖与冲绳紫姜黄就是一份难得的爱心好礼。观众查询更多产品讯息，请上乌美肯北美官网。东森新闻李仲阿、叶荣志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